自从有了智能手机，朋友圈就变成晒拍照的圣地。淡一水的45度仰拍，过度调焦美白的 P 图也让人看腻了。比起清一色的盛世美颜，吴丽珠更喜欢那些灵魂拍照师们，他们才是欢乐的源泉。因为只要遇到一个能发挥的，戏精之火就会熊熊燃烧。最近听说我们一起学喵叫很火，我也来喵喵喵喵，这热点追的也是没谁了。这种人最好少看什么法制频道，否则又忍不住模仿了。看看这图，完全可以写一篇新闻稿发在 UC 上，名字就叫空震惊某洗浴中心现场图 GT 点击了解，那点击率绝对蹭蹭蹭的往上飙。但如果到时候被朋友家人发现，也很难解释清楚了。比起这个，拍成表情包还好得多，说不定哪天红了还能收个使用版权费。这位小姐姐就很有潜力，这现场完全就是我和我的小伙伴都惊呆了。 JPG 东北话教学现场 JPG 也可以骂一下，你瞅啥，瞅你咋的，这表现力一点都不输张学友这些表情包界的巨头。戏精们表演欲得到了释放，但充当配角的各种物品就惨了。对于正常人来说，我们可以该配合你的演出的我视而不见，但他们不一样，只能看着你为所欲为，任凭拍照人的摆布，假装和对方很亲密，帮他抠鼻屎，真担心雕像一下子动起来给姑娘一巴掌。更腹黑的还在后面，把他冤枉成各种罪魁祸首、小偷、恶婆娘、暴徒、李小龙，反正各种各样的锅就盖在了这些禁物身上。要是他们能动，肯定想说三个字。当然并不是所有人都是这种被迫害妄想症患者，也有在致力于还原生活的人，玩玩手机或者和人聊聊天，但人好像是乔布斯啊，亦或表演下神童不啥的。但戏精之所以异于常人，就因为容易表演过火，一开始是正常的画风，结果不一会儿就走歪了。像这位小姐姐硬生生把醉卧思考人生搞出了尬舞的感觉，而戏精们往往最容易偏的方向就是感情问题了。因为在单身狗的眼里，目之所及一切都可能变成情侣虐杀现场，有时候阻止不了，那就自己演。下面敬请欣赏穿越时空的爱恋人与他不得不说的故事。小剧场，先是四目对视，互相试探，确认过眼神，遇上对的人，那就心有灵犀一点通。此刻尽在无言中，情到浓时握醉怀中看流云，异曲同工的还有这张，只不过有点骚气呀。这位男同学请收敛一点，最后分别时刻再来一出吻别。张学友的歌声配上表现力十足的画面，简直完美。我和你吻别在无人的街，让风痴笑我不能拒绝，只是回去请注意刷牙。一般这么拍照的基本都是满级的单身狗，否则不会到处散发着求偶的信号，上演一出又一出的山无陵天地绝。但看这骚气的表现，感觉脱单也不远了。因为戏精们起码不怎么宅家，时而还出去找灵感素材，而再看看还手拿着肥宅快乐水的自己，羞愧